没有关系，我拍你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下坡超恐怖的，一边录一边拍、欸，真的很恐怖啊！你刚那样子，我捏一把冷汗。我刚才刹车刹不住呢，因为我左边刹车很松啊。对啊，为了你的纪录片，我怎么可以不卖力呢？那个云，云啊！哈哈。这一幕好漂亮。哦，镜头好惨哦！等一下回去要买酒精跟棉花棒了。哇，我的镜头好伤心哦。主要就是那个我们有一段没有拍到的地方，就是走那个走夜路，那边也不能拍了，那边很难拍，因为那边主要是都是山路，然后都很暗，所以那一段没有拍到。然后那一段简单来说，我们早上去海洋公园玩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走那么多夜路，然后终于走看到那个一间那种原住民的民宿，然后我们总算很累了，但是疲惫的心，然后躺在床上。可是你很想跟我辩论，我那时候就是可以说随地乱睡，所以我们辩论一整晚。其实还蛮精彩。然后外面在下雨，对不对？外面还一直淅淅淅的下雨。然后我们躺在那边，两个人都累垮，然后闭着眼睛，然后那边啊。可是我觉得你那个不对，对你这样真的不对。我觉得你这个讲法有问题，这样子。然后讲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台东，经过了两天的折磨，我们终于在大武乡找到了第一间 Seven。醒了过来啊！这个时候让我们忍不住讲一句：有 Seven Eleven 真好。我会在上山上。好，我们先继续添购一点东西。今晚的风有些冷了。好高啊！你能够回想到你以前之前 的感觉吗？就很像智障。一下这里走到那个海那边要多久啊？一下子而已啊。一下子知道，谢谢。
今天是端午节，那难得来到了这里长滨市，然后看到了他们端午节的庆典以及一些游乐，可惜这边好远，没办法过去看。以前就是单纯的玩，然后但是到中间则是觉得以前这样玩好像太单纯了，就太天真了，这是世界不允许你继续这样下去，可是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发觉不对，可以，那就是认真的玩。嗯，哇，你在这边杀不少底片哦。杀了很多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旅途也差不多到中间啦、啊。对啊，中间啊，一半啊，第二天啊。对啊。还要照照你的挫样。不要啦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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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嗯、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好。这边，我们已经越过北回归线了。嗯。刚刚越过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的赶这个十一线的道路到花莲。嗯。是吗？哎呀、啊，你会记录吗？我拍啊。等一下，至少到他家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啊，那你现在行程是怎样？现在行程是明天要去宜兰。那还要这样绕过去？对啊，还是对啊，就是这样绕啊。很累。还好啦，你们这一段是最轻松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你干什么这样啊？你知道他本来身上都没有毛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看他现在也是没有毛，可是慢慢长出来，他把自己的毛染掉，就是他头上有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爱情。所以你好。你要说，你好。小胖。你好。小胖。你好。生气了。小胖。摸摸头，你看你惹他。小胖摸摸头。这边虫那么多，你还过来这边？我懂了。你要让这个河穿臭一点，我也要。
六天了，你说这六天有十期，习惯就好了，还什么十期呢？不是都要过去，对不对？那它只占我们生命中的六天，我们是365天乘以100，中的六天。不能这样说啊，是不同的六天，是或许以后再也不会再有的六天啊。或许吧，可是这也是一个过程。嗯。走啦 ，OK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是啊，嗯，拍你自己啦，一直拍我啊？为什么要拍自己？自拍啊，你没有看我跑路自拍吗？为什么要自己拍自己？有这不是你的纪录片吗？干嘛不拍自己？其实，是不是我方向忘了跟你讲了？对啊。所以你一直，你的前半段旅程一直搞错了。可能是 maybe， 因为其实是我要拍，然后我要做成纪录片，然后拿去那个投稿，还有跟我要应征的，我要应征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你既然这么爱拍的话，那我只能够参与剪接了。对啊，原来我们一直误会啊。我以为是要一直拍你耶。不是，所以你的镜头一直有我，反而尴尬。因为是我要拍纪录片，然后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对，然后之后我要这个是我就是我的作品，我要拿去走，我们再从高雄骑大二大二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怎么拍你都不满意，我现在很想靠落牙嘞，觉得很怪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想靠落牙。那你又不给我拍，我又说我拍你好不好，然后你又不要。我想说，你这么不想，这么不喜欢拍照。我不喜欢拍照，我真的不喜欢拍照。所以咯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这样了。没关系啊，还可以靠剪接啦。那个，我们再从高雄来一次吧。没关系啊，就是一所研究所泡汤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啦，真的啦。好像我会内疚好不好？不会啦。这个好，我讲。我也要洗。好了，今天好像一直在洗脚。赶快洗澡，赶快洗洗。那你有没有印象，我们中间有两个争执？第一个争执是我们在抢那个摄影机 DVD 啊，你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因为一开始我打算这是我要拍纪录片，然后要那个我要报考研究所，所以我要做我的作品。结果因为 DV 是你的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要一直跟你拿，然后你就一直拍我，然后我就反而觉得很尴尬。然后后面你也真的交给我了，其实我还蛮感谢你的。你那时候你了解之后，你就真的给我 DV， 然后我之后就把它完成了，就变成我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作品。Yeah.
去。我们走错方向了吧？那边吧，我们回头嘞。在新城的就潭棒这里，这边有一个加油站，我看一下这什么路哦。好 ，OK。今天天气，听说午后会有雷阵雨，是不是？这里下午蛮常下雨的，因为山太高，有没有？那云飘不过去啊，你看都挡在山了、哦。对啊。七星山的特点是怎么样？七星潭哦。看了应该会觉得蛮爽。哦。花莲漂亮就是这样。视野这边蛮开阔的。可以看到清水断崖。哦。视线这样。那我们可以先看到预计看到路程是泰鲁阁吗？最上面这个，有一个斜斜的下来有没有？那个泰鲁阁，等一过那个泰鲁阁桥有没有？就开始爬坡了。今天是最困难的，我们真的要赶路。也是最壮观的，脚踏车有脚踏车的乐趣。如果说来这里玩定点。